饮料又怕胖，喝现打的果汁最健康吗？恐怕喝了会更胖。有营养师就点出了四大饮料地雷，珍珠的大小热量有所不同，小珍珠恐怕比大珍珠更肥。另外带酸味加冰块的饮料恐怕得加更多的糖，而现打果汁如果用高糖水果再加糖增加风味的话，恐怕是甜上加甜，糖分爆表。柠檬切片泡一杯柠檬红茶，或是套型凉的现打果汁，但饮料真相曝光，居然有四大地雷。果汁跟茶，你会喝哪一种？果汁没有增加一些添加物。养生的话，一定要不冰的啊。珍珠奶茶红到国外，有大珍珠和小珍珠任你挑，但魔鬼藏在细节里。大珍珠和小珍珠，一个面积大，一个面积小，表面沾糖，反而是小珍珠沾糖面积大。酸酸饮料也有陷阱，全糖红茶大约2.8匙糖，但柠檬红茶为了中和酸味，放到4匙糖，一杯就要240大卡。而饮料加了冰块，会降低味蕾对甜味的敏感度，得加更多糖，越喝越胖，最好喝常温。的确哈，你这个温度就是低或高，会影响我们的口的对甜度的那个感受性。现打果汁喝一杯补充维他命 C， 但同时喝了满满糖，高糖分水果香蕉、葡萄、芒果、凤梨和西瓜，100公克的水果高达18公克的糖，打果汁再加糖，甜上加甜，糖分爆表。为增加它的甜味，我们还会加很多的糖，所以它事实上是会比吃水果量还来得更高。营养师点出四个大地雷，大小珍珠要记得挑，酸的饮料冰诶凉诶，还有现打果汁糖分超高，点饮料避开雷区，才不会体重越喝越失控。记者黄迅、宋佩岑高雄报道。